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赵琛。今天是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您还有机会获得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图书以及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以及即时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的，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在10度到15度之间。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0度。好的，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8号发出通知，宣布从9号起下调一系列日用消费品的行邮税税率，进一步促进扩大进口和消费。四川凉山冕宁县森林火灾，南线明火全部被扑灭，消防人员转入火场东西两线阻截林火。用筷子吃汉堡被指种族歧视，汉堡王移除争议广告并致歉。市场上畅销的无铅水龙头背后竟藏猫腻儿，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延吉一乘客公交车上突发疾病，司机驾车飞驰，紧急送医救人。湖南长沙一男子强行带无绳宠物狗乘公交，不听劝阻还暴打公交车司机。无证还酒驾，司机遇查冲卡被拘留，违章记录竟达上百条。国际方面，英国议会通过脱欧延期法案，以防出现无协议脱欧局面。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6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决定查处第三方涉税服务借减税降费、巧立名目、乱收费行为，将从即日起到5月31日开展专项整治。其中，税务部门对违规收取电子发票版式文件的生成、打印、查询和交付等基础服务费用的，要迅速采取约谈、责令、限期整改、降低信用等级、取消服务资格等方式，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坚决予以整治。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导电子发票第三方平台等涉税服务规范明码标价，对投诉举报的不正当价格行为及时查处，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2019年，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将会继续加大，其中长居常住人口在100万到300万的大型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这一次，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到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在300万到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过500万人口的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许多城市的常住人口都超过了450万。专家表示，这些城市落户政策的逐步放开将加速人口在这些城市间的流动。同时，由于经济转型，很多产业需要向外转移，因此周边的大中型城市一方面应该提升管理水平，提供医疗保障、子女入学便利等配套，另一方面更要承接好这些产业并培育新的产业，这样才能将人才留住。文件还规定，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文件也对随迁子女入学、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线上结算等做出了明确要求。专家表示，随着政策的发布，对于原来非户籍的群体，落户以后将能享受到更多的福利待遇。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8号发出通知，宣布从9号起下调一系列日用消费品的行邮税税率。
行邮税就是对个人携带邮递进境的物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同消费税合并征收的进口税，下调后将促进扩大进口和消费。根据调整，税目一二的税率将分别由现行15%、25%调整为13%、20%。调整后，行邮税税率分别为13%、20%、50%。适用于13%以当的物品包括书报、食品、金银、家具、玩具和药品。适用于20%以当的物品包括运动用品，不含高尔夫球及球具。钓鱼用品、纺织品及其制成品，适用于50%以当的物品，包括烟、酒、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档手表、高档化妆品。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税目一的药品都按13%征行邮税。通知对税目一药品的注释做了修改，对国家规定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进口药品，目前包括抗癌药和罕见病药，按照货物税率征税。与此前相比，本次调整扩大了按较低税率征税的药品范围。8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了2019版电动汽车测评规则，新版规则较过去将更加严格。在电耗限值上，新版规则要求更高，相比较2017年的老版规则上，平均加严了12.5%。同时调低了常温蓄时里程的测评权重，打满分的里程相比旧规程仅提高了50公里，更加突出电动汽车在多环境条件下的适应性。另外，新版测评规则设计了人体电磁防护、电池系统防水、最高车速三个不达标即扣分的项目。专家指出，新版规程更多的是从消费者使用环节的角度出发进行评测的。用户也是老有些里程焦虑的话，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这几天特别增加了类似于这样的内容在里边。总之呢，这个新的这种新版的这样测试规程比以前更加丰富，更加接近市场，更加接近用户体验。专家指出，新版测评规则还融入了专家主观评价权重，综合评价电动汽车三电性能和安全驾驶、操控、舒适、便利性等车辆性能。记者了解到，自2017年电动汽车测评规则发布以来，已累计完成了3批次21款热销车型的测评。70年披荆斩棘，70年昂首奋进，中国人民正用智慧和汗水在人类发展史上书写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壮丽史诗。昨天上午，我省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蹲点采访活动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拉开帷幕。来自中央、省直和地方媒体近100名编辑记者代表将从这里出发，奔赴吉林各地进行为期15天的蹲点调研采访，报道吉林大地上70年的奋斗征程、宝贵经验和辉煌成就。据了解，本次主题采访活动将贯穿至7月底，期间将推出一系列蹲点式报道以及行进式报道。采访活动开始前，新华社吉林分社、吉林日报、吉林广播电视台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与大家分享了各自以往深入基层采访的经验感受，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如何在采访活动中践行四立，为大家做采访前辅导。参与的记者纷纷表示，在接下来的蹲点采访中，一定要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运用全媒体手段，创新宣传内容、形式、载体，切实增强报道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为吉林乃至东北地区振兴发展凝聚正能量，提振精气神。我一定深入采访，多采写出接地气、带露珠、冒热气的新闻作品。作为我们电视新闻人来讲呢，要将镜头更多的对准田间地头，深入到基层一线，同时呢，也要将新技术、新形式运用到采访当中，记录好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变化。4月8日，中朝吉安满浦公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首批120名旅客顺畅通关，走出国门。口岸自2012年10月开始建设，总投资2.8亿元，占地10.28公顷，预计年进出口货物50万吨，出入境人员20万人次。口岸性质为国际性常年开放口岸，每周开关7天。
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4月7号16点左右，四川省凉山中冕宁县发生森林火灾。记者从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了解到，截至9号，火场南线明火已全部被扑灭，森林消防队员、地方专业扑火队和民兵共550多人已经转入火场东西两线的林火阻截任务。7点40分左右，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启动无人机对火场进行空中侦查，确认8号扑打的火场南线明火全部被扑灭。火场东线有较长连续下山火，火势发展相对缓慢，火场西线浓烟较大，看不见明显明火。火场联合指挥部立即调整力量部署，由森林消防成都大队13中队在火场西线阻截火线，绕过盘山简易公路向西发展，由凉山德昌西昌地方专业扑火队100人配属成都大队行动。攀枝花支队在火场拦截明火向东面密林方向发展，冕宁县专业扑火队34人、民兵60人配属攀枝花支队行动，成都大队2中队负责火场南线看守清理。应急管理部南方航空护林总站多架灭火直升机先后飞赴冕宁火场进行火场侦查及吊桶洒水任务。目前火场地空配合扑救工作正在进行中。4月6号，新疆昌吉一处山区发生雪崩，造成10名驴友被困，其中2人受伤。8号上午，乌鲁木齐消防支队接到报警后，会同新疆森林消防总队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展开地面搜救。新疆军区某陆航旅派出2架直升机展开空中救援。昨天上午10点左右，这10名驴友全部获救，并搭乘直升机返回。有关救援的详细情况，来看记者在前方发回的报道。这次呢，亲自驾机的呢是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的旅长。40分钟以后，就是9点20分左右，我们就抵达了被困人员所在的山区上空。但是由于前一天的探勘结果是这个地方坡陡山高，不太利于直升机直接降落，所以呢，机上人员经过协商之后，决定用索降的方式，将第一梯队的救援人员下放到这个区域去，救上了2名腿部受伤比较严重的伤员。上到飞机上来之后，但是剩下来还有8名人员在底下怎么办呢？大家一致努力和协商之后，找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停机的地方，还是将飞机降落了下来。所以呢，剩下的8名人员也顺利的被救到了直升机上。那据我观察，这几个人呢，生命体征平稳，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不适。2名伤员呢，都是在雪崩的过程中，腿部在被石头磕破或者划伤，造成了一些伤口感染。那么上到飞机上之后，我们的这个大夫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伤口包扎和捆绑，还给其他人员进行了一些水呀、食物的补给之后，我们就顺利的乘坐着这个陆航旅的直升机返航到了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他们告诉我们，其实6号的时候就已经遭遇了雪崩，但是大家没有想到在连接着2天的暴雪之后呢，积雪已经及腰深了，所以大家在努力的想办法自救，实在未果之后就报警了。所幸救援任务还比较的圆满，在抵达停机坪之后呢，2名伤员被及时的送往了昌吉州的医院进行医治，那么10名被困人员也成功的是被救出来了。继续看新闻。近日在浙江嘉善，一名女子因感情问题爬到了一座桥上想要轻生，危急之际，一名路过的快递员和现场的民警默契配合，合力将女子救下。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当天下午2点多，一名女子坐在桥的护栏上，双腿悬空，十分危险。现场多名群众看到后立即报了警，走过去呢，想跟她交流一下，但是她看到我们过来了的话呢，他情绪比较激动，就说你们不要过来，过来的话我就马上跳下去了。为平复女子的情绪，民警后退几步继续劝说。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民警看到一名路过的快递员从背后慢慢向女子靠近。对面车道上呢有一个快递那个快递员下来呢，我呢跟他使了个眼色，因为他女子的那个后车嘛，趁他跟他交流的时候，把他那个从桥栏上这个拉下来了。民警不停分散女子的注意力，另一边快递员则看准时机，接近后一把将女子拦腰抱下。民警随即联系了女子的家人，经过一番劝说后让家人将她接走。后来记者也找到了当天帮忙救人的快递员。我是一个退伍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以前也是在派出所做过辅警，受这方面教育比较多，
所以我也敢这样做。近日，延吉市一公交车上发生了惊险而又暖心的一幕，一起来看。近日，延吉市一公交车上发生了暖心一幕。公交司机高云鹏驾驶50路公交车行驶至市一中附近时，车内一名女乘客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呼吸困难。由于事态紧急，高云鹏迅速征得其他乘客的同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只用了3分钟时间，就将患病乘客送到了附近医院。经诊断，这名乘客因胃肠疾病造成身体脱水，当时如果没有及时就医，会有生命危险。经过治疗，这名乘客目前已经康复出院。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当时是从小学那个红绿灯那块儿，然后有乘客说那个车里有病危的病人，我就快点往那个中医院跑，当时挺着急的。刘女士，就是病好了之后来送了锦旗，来表示感谢，对我们的司机这种行为吧，就表示了肯定和赞扬。就我们也号召全公司的员工向他学习。4月3号，在江苏镇江，一名女子被传销团伙控制，不得已，她只能通过点外卖的方式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来看外卖小哥如何脑筋飞转，机智救人。于师傅是一名外卖小哥，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一个蹊跷的送货单，地址一栏写的是随机。于师傅打电话联系点外卖的顾客，对方也不接。一开始我以为是恶作剧，知道吗？不久，点外卖的顾客加了于师傅的微信，说自己是一个女孩，被传销团伙控制了，希望于师傅帮忙报警。于师傅这才意识到顾客可能不方便接电话，他赶紧叫顾客发来定位后立即报警。因为由于他定位的比较模糊，在这个我们辖区东方伟业永辉超市附近，当那里的这个老旧小区比较多，这个形式地这个房屋也比较老旧，形式比较复杂，当时我们民警也采取挨家挨户上门的方式，最终在一个出租房屋内找到了这个报警求助的女子。经查，求助人冯某今年21岁，年初从福建来镇江，被骗入传销团伙。目前民警已经将涉案的9人全部带回派出所协助调查。其他方面的消息，全球大型连锁快餐企业汉堡王近日爆出歧视丑闻。汉堡王最近在新西兰投放的一则网络广告再次贬损了东方的筷子文化，招致了亚裔的强烈不满。目前该公司已经移除了争议广告，并且发表道歉声明。据新西兰先驱报8号报道，为在新西兰推广新品越南甜辣鸡肉堡，汉堡王在图片社交平台 Instagram 账号上发布了一段广告视频。视频中，顾客手握尺寸夸张的巨筷，十分吃力地把汉堡凑到嘴边撕咬。更可笑的是，他们并非单手持筷，而是一手一只，动作笨拙，吃相难看。对此，新西兰韩裔钢琴家马里奥莫称，自己最开始以为视频后半段会有反转，万万没有想到2019年还会有这种公然秀下限的广告。随后他毫不犹豫地在个人推特账号上转发了这则视频，并迅速引爆网络。截至8号早些时候，争议视频的观看量已达210万人。在推特中，有外国网友指出，看到汉堡王这个广告并不意外，因为之前 DNG 就曾经发布过这样一则名为“起筷吃饭”的广告。广告中的模特用筷子吃意大利的传统美食和披萨，并配上夸张的旁白以及僵硬的肢体动作。这位网友还说，以为其他品牌会从杜嘉班纳的事上吸取教训。目前汉堡王已经将争议广告移除并进行道歉。该公司市场部负责人伍德布里奇表示，我们对这则冒犯到亚裔社区的广告表示诚挚的歉意，它并不能体现我们追求多元化以及包容性的品牌价值观。对于汉堡王的做法，有网友就说，这广告应该只是想传达用筷子吃汉堡并非很方便，而且影片中的人们明显误用筷子，这反映出他们的无知而非筷子本身。多家媒体指出，西方世界近年多次用筷子闹出丑闻。2018年11月，意大利知名品牌 DNG 一则蹩脚的广告创意“起筷吃饭”招致中国民众的反感与抵制。2017年，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幅美食广告，则将筷子竖立在食物上，遭到网友的讽刺。目光转向上海，最近上海发生了多起以交学费为名义的电信诈骗案件。一名女士因为在 QQ 上收到了儿子发来的消息而未加确认，险些被骗。近日，一名女士来到银行办理汇款业务，且要实时到账。
大堂经理询问这位女士的汇款用途时，这位女士表示是因为收到儿子的 QQ 信息，要参加一个在校开设的培训班，培训费为20000元。但是他这个收款的账户是个人，不是一个培训机构，所以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银行工作人员觉得事情不对，要求当事人打电话给儿子核实。电话打过去，儿子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和母亲联系过。随即，银行工作人员选择报警。这名女士表示，这个 QQ 号码就是儿子在用的，没有起疑心，反而喜出望外，认为自己的儿子要求上进了。我在这边想，你是不这么想学习的？我当时他不是很喜欢学，他想学就说我挺开心的，我想他要学习的。你跟他对过话吗？当时不会的。我当时没对话呀，我想他的，你看看我跟他是对应，我想肯定是我儿子呀。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春节之后接到类似交纳学费的电信诈骗案件有高发的迹象。以缴纳学费、报名费的电信诈骗案件呈上升趋势，我们警方在这里也是做个提示，市民遇到此类事件一定要多方核实详情，必须和自己的孩子进行确认，切勿只是收到一面之词就给对方转账。说到水龙头，那肯定是家家户户都有，虽然是个小东西，但是和我们的饮用水天天接触，一旦质量不合格将会威胁到我们的健康，所以国家对水龙头的生产标准和质量有着严格的规定。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款号称是无铅的水龙头，销量非常的好，商家宣称这是一种用高质量对身体无害的铜制作的，而且价格便宜，看上去非常的实惠。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种无铅水龙头的背后大有猫腻。记者随便在几个大购物网站上搜索无铅水龙头，就出现了很多款这种产品，而且大都销量很好，很受消费者欢迎。在这家信用级别为5冠的商铺里，这款号称无铅的水龙头月销量4000多，是店里销量最高的爆款。记者又在另外一个大购物网站上询问这款同样号称是无铅的水龙头，客服告诉记者，这是用一种质量很好的铜做的，所以对身体没有害处。这款水龙头的销量已经有3万多件。不过，这些号称无铅的水龙头卖的却很便宜，很多都是30-50元，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蹊跷。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铜如此高级，又能这么便宜？记者来到了福建省南安市的轮仓镇，这里号称水暖之乡，是全国最大的水龙头生产和批发基地，全国70%以上的水龙头都出自这里。在当地这个最大的水龙头批发市场，记者看到有很多商铺都在卖这种号称无铅的水龙头，生意很好，很受各地批发商的欢迎。这位批发商就是专门从广西过来找这种水龙头的。这位批发商说，在他们当地有零售商专门跟他要这种货，他没有，生意都不好做了。不过对于像一级批发商这样的内行人来说，里面的猫腻是瞒不住他们的。这位批发商很快就琢磨出了些门道，对这种内行的批发商，工厂推销人员很直接地告诉了他实情。它这个芯子是塑料的嘛，里面挂铁砂的呀。这种电路看得也不错是吧，光泽度也很好啊，根本就看不出来嘛。卖给那些普通老百姓的话，他肯定是看不出来。随后记者以批发商的身份走访了不同的商铺，都得到了厂家同样的回答。这个铁也是塑料，塑料里面有一点那种砂块。你看我这儿套了一个铜片，你跟人说红的吧，你看见了吧，这儿套了一个，这儿就是有一个，这儿你一般人看不出来了。塑料中间放铁砂的，人家不懂行的他会觉得这个是铜的，其实我们自己做我们知道他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是铜的。号称无铅的铜制水龙头竟然是塑料制作的，究竟是谁在制作这样的冒牌产品呢？记者以批发商的身份来到了一家工厂，见到了这种水龙头的组装生产线。然后外壳也是塑料，里面也是塑料，啊，它就是在底部的话啊，它套个铜，好看一点。就这一个小圈是吧？啊，对对，前面有加一些铁砂。在里面，所以说显得有重量啊，骗人的。在另外一个厂房，记者看见大量用来灌装这种水龙头的铁砂，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胡乱地堆放着，还有一些已经生锈的铁块，也是和铁砂一起灌装水龙头的。它其实灌什么都可以，它灌水泥也可以啊，灌铁砂也可以啊，它只是为了加重而已。它都没开，它这个是震动的。
会把铁砂倒进去啊，它会一直震震震震震震，慢慢的就会沉淀下去啊，然后它就是说满了以后，它把那个盖子那拧上去，就封死在里面了，这就摸起来就很沉啊，就很沉。这位商家告诉记者，这几乎是水龙头行业内一个公开的秘密。你像批发商找你要这种东西，他心知肚明这东西是什么东西。一位业内知情人也向我们讲述了这种行业潜规则。批发商从我们厂里拿货，或许我知道你知道，然后卖到他们那个零售店，或许有些呢他也知道，但是有些他也不知道，就是他肯定都当桶的卖，他肯定不会和人家说塑料的，就是大家都为了赚钱肯定不会说，因为这东西如果说装成成品，外观非常好，如果不仔细看，连我们自己都看不出来。那么这种塑料壳体和真正达标的铜制作的水龙头成本相差多少呢？一个产品就是做出来也就是100左右，那个还达到国标的，你说市场有几家能做到国标的？做出那么高的成本是吧，你卖到下面零售再去卖，可能跟那些一线品牌的价格都差不多，但人家宁愿买一线品牌，因为那有知名度啊。塑料做成的水龙头和真正达标的铜制水龙头成本能相差4到5倍，这样算下来，这种作假行为利润确实相当可观。我们刚才看到啊，这些水龙头材质是假的，商标是假的，合格证质检报告也是假的，这种水龙头还真是够水的了。作为涉水产品，不但要有产品合格证质检报告，还要有国家卫生部门专门颁发的涉水产品卫生许可证才可以在市场上销售。而对于如此假货，这种卫生许可证根本就是无从谈起。对于这样的水龙头，当地相关部门还是要拧紧监管的阀门，绝对不能放水。新闻继续。八号中午，长沙168路公交车的驾驶员发现车厢内有一只没有牵狗绳的宠物狗，便劝其主人赶紧将其带下车，但是没有想到带狗的乘客却冲向驾驶员，直接是一顿暴打。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监控显示，事发时乘客上车的间隙，一只宠物狗跳上车，狗的主人是一名男子，紧随着也上了车。驾驶员李健开车行驶了一段行程之后，发现这只没有牵绳的狗在车厢内活动，李健随即将车停下，并把车门打开，要求狗主人把狗带下车。没想到的是，这名男子突然冲向驾驶座，用手扼住李健的脖子，一顿推搡，并用力对其头颈部进行殴打。拉扯中，李健捂住了自己的头部。我们的那个驾驶员驾驶我们的公交车正常行驶，那个突然发现车内有一条狗，为了保证那个车内乘客的那个人身安全，就靠边停车，是谁携带的那个宠物，请把他那个带下车。就这样反复询问了两遍，突然就一个年轻小伙子，走上来，二话没说，拳脚相向啊，直接拽着他的头部，那个使劲往那个窗户上那个推啊。这时，一名女乘客上前劝阻男子，男子再次与司机李健理论后，转身抱起小狗，但仍未下车。李健随即关上车门，拨打110及车队电话。事发后，司机李健被送入医院治疗，经诊断，李健伤势严重，医院初步诊断为椎环枢关节半脱位、头颈部位受损等，但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目前，警方已将打人男子控制并立案，相关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到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大范围降水降温天气，多地降温幅度超过10度，江淮、江南等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从夜间开始，降水云系发展迅速，自西向东覆盖我国中东部地区。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降下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开封、信阳和湖北孝感出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遭遇了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带有所南移，江淮、江南等地的强对流活动仍较为活跃。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湖南东北部、江西中北部、福建北部和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上述地区的人们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在北方地区也有明显降雨，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普遍降下小到中雨。气象专家表示，这场春雨不仅缓解了连续多日的干燥，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居高不下的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预计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还将有小雨天气，河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降雪或雨夹雪。另外，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西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下降了6到8度，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温区域继续向南推进，江淮、江南、华南大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也将先后迎来4到8度的降温，其中湖南西部等地局地降温可达14度以上。气象部门提醒，由于前期气温偏高，此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体感较为明显，大家要及时添衣保暖。来看省内总体天气情况，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和吉林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一直到今天下午3点，全省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请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高度重视森林火险防范和应对工作，遇有突发事件要迅速反应，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要安排好必要的救援装备物资，做好防火应急准备工作，请广大市民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野外一切违规违法用火。吉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区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在10度到15度之间，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0度。海量资讯精心梳理，热点新闻理性分析，重大事件深度解读，实用信息贴心送达，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来关注交通安全的话题。近日，湖北黄石交警在夜间查酒驾时查获一辆冲卡的司机，警方发现该车司机不仅是2次酒驾，而且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多达197条。交警发现一辆灰色小车行驶到查车点时，不顾交警拦停的手势，司机加速逃逸，交警立刻开车追赶拦截，追了2公里后车辆被交警拦下。小谁呀、还敢冲车啊？交警随即对江某进行酒精检测，显示其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49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让交警意外的是，江某称自己没有驾驶证，但是他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酒驾被我们公安机关查获，但是他又没有及时的处理，所以他这个 AR 的驾证逾期未换证，然后他就导致最后被自动注销，然后他的违章就越长越多，他就停止认识了。江某说自己已经63岁了，因为嫌麻烦，驾照被注销后就没有再申领驾照。随后交警对江某所驾驶的车辆进行检查，发现该车存在多达197条交通违法行为。据司机江某称，因为知道车辆违法行为多，自己又没有驾驶证，所以他平时大都是晚上偷偷上路行驶。江某当天在家喝酒后开车准备约朋友打牌，遇到交警查酒驾，情急之下就做出了违法行为，对他予以拘留20日，同时行政处罚6200块钱。他的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责令他清除，对他涉嫌强行冲卡、阻碍这个民警执行公务的这个违法，我们将移交相关部门这个进行处理。前两天在陕西渭南市，一名男子醉酒驾车遇到交警夜查，随后他加速倒车，想要逃离现场。警车的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黑色的小轿车遇到前方交警检查时，全然不顾当时道路上其他车辆的安全，立即加速倒车，倒着开了5-6分钟，黑色轿车突然停下，紧急掉头后继续加速往右边道路逃窜。
几分钟后，黑色轿车撞到村口的一棵大树上，驾驶员被交警当场控制。喝啤酒，啤酒。经现场检测，驾驶员杨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4毫克，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随后，杨某被交警处以10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在广东揭阳的国道539线路上，那么日前是突然出现了许多螺丝钉，经过此处的车辆是相继中招，其中一辆车的轮胎甚至被扎上了数十个螺丝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发当天，有群众向交警部门报案称，在驾车通过眼前这段道路时，轮胎被路上洒落的螺丝钉扎伤。市民庄先生就是受害者之一。下班回家的时候，看见轮胎上扎满了许多钉子，然后我就报了警。四个轮胎，我去轮胎店换了将近差不多3000块钱。庄先生汽车的4条轮胎均被扎伤，从他手机的视频可以看到，其中一条轮胎被扎上了20多个螺丝钉。交警通过调查了解到，在该路段轮胎被扎的不止庄先生的车辆，甚至有的摩托车也未能幸免。事情发生后，公路和环卫部门立即组织人员清理路面。交警部门经过多方调查，最终确定螺丝钉是从一辆大货车上洒落的。支杆的旁部脱落，把这个装载在车上的螺丝钉抛洒在路面上。涉事司机刘某称，当天凌晨，他驾驶装有10吨螺丝钉和其他货物的大货车路过事发道路时，货物突然洒落，而他却浑然不知。最终，交警部门依据有关法规对司机刘某罚款150元，并承担所有受损车辆的经济损失。下面我们来换个话题，轻松一下。前几天，云南贡山出现了一头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水鹿，村民们立即用手机拍了下来，这也是当地首次拍摄到水鹿的影像。这是当地村民用手机拍摄到的画面。当天傍晚，村民家的牛归圈时，竟然带了一头鹿回来，而且还在他家牛圈待了一夜，次日早晨才离开。我们都觉得那是奇怪，村里面好多人都过来围观，但都没有去伤害他，没有惊吓他。当时他就在这个地方，我就用手机拍了这段视频。鹿就在这边跟牛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牛上山的时候又跟着离开掉了。为了进一步确认这头鹿的具体信息，当地动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村子附近布设了多台红外相机，随后在4月初先后两次拍到了这头鹿活动的影像。从这头鹿的体型特征来看，是水鹿，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据了解，水鹿是热带、亚热带地区体型最大的鹿类，常活动于水边，通常独居或组成小的母子群。此次是云南怒江地区首次拍摄到水鹿的影像，接下来当地还将进一步对水鹿的分布情况和种群数量进行调查，并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同样是野生动物的消息，黄嘴河燕鸥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13年被列入濒危红色物种名录。今年3月，科考人员在云南发现了7只黄嘴河燕鸥，这也是我国目前被观测到的唯一一个黄嘴河燕鸥种群。近日，当地摄影师意外发现了一处黄嘴河燕鸥的巢穴，并有2只幼鸟破壳而出。4月4号，盈江县一名自然生态摄影师在大盈江江心的沙洲上拍摄黄嘴河燕鸥鸟巢时，拍摄到了第一只出壳的黄嘴河燕鸥雏鸟。4月5号，第二只雏鸟又出现在了沙洲上。黄嘴河燕鸥幼鸟一般需要30到45天的时间才能起飞。对这两只刚刚出生的幼鸟，当地保护部门也加强了力量进行保护。我们聘请那个护鸟员，3个鸟巢，每个鸟巢聘请一位护鸟员进行24小时看守，是以电站这边上游电站加强对接联系，保证这个水位不上涨，确保鸟巢安全，采取一些食盐补充的措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投食一些比较小的鱼，保证这个幼鸟能有食盐，做一些围栏措施，
保护好鸟巢，不被动物啊、生畜啊之类的去残它，确保幼鸟的安全。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大盈江流域已经查明有三个黄嘴河燕鸥鸟巢，下一步将持续加强对各个鸟巢的观测和保护，力争在今年繁殖季节结束后，黄嘴河燕鸥数量能有显著增长。新闻早报热点全知道。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议会八号正式通过一项法案，要求首相特蕾莎梅再度向欧盟寻求推迟脱欧，以防止十二号出现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局面。法案经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后已经正式生效，成为法律。上周，这项法案在议会下院以一票之差获得通过，随后上院八号做出修改后通过该法案，发回下院再度进行表决。根据新的修正案，议会可以对首相延迟脱欧的具体期限提出要求，但如果欧盟确定了新的脱欧日期，议会不能再度提出异议，并要求首相再就此重新与欧盟谈判。特蕾莎梅五号曾致函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要求将英国脱欧日期再度推迟至6月30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定于十号召开紧急峰会，就是否批准这一申请进行表决。按照欧盟现行决策机制，英国延期脱欧需得到欧盟其他成员国一致同意。特蕾莎梅于九号前往柏林和巴黎，分别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为推迟脱欧日期做最后努力。当地时间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这是美国首次将一国的国家武装力量列为恐怖组织。在美国宣布该消息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将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其相关军事力量列为恐怖组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晚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行为，认为这是非法且危险的行径。声明说，美国及其盟国在西亚地区支持极端和恐怖组织，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直处于本地区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第一线，美国的做法毫无根据，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美方因为此行为导致的所有危险后果承担一切责任。在这份声明发布前，伊朗外长扎里夫就致信给伊朗总统鲁哈尼，强烈要求伊朗方面采取报复行动。随后扎里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方的行动是一份大选前夜送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礼物，是在这一地区又一次危险的错误举动。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强调，从现在开始，伊朗方面将不再视中东地区的美军为正常的军人，而是恐怖分子。美国的军事基地也会被看作是恐怖分子大本营。美国宣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根据相关流程，美国国务院将该决定通报国会，如果国会七天内没有反对意见，决定正式生效。美国金融机构将冻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美国境内资产，美国境内任何个人将被禁止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支持，美国还禁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人员入境。此次美国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这一举动引发了各方的担忧。此次美国方面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后，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均报道指出，对于这一决定，美国军方一些官员以及中央情报局均表示了担忧。有美军官员就警告称，美国此举可能导致未来在中东一些有美军存在的地区出现军事摩擦。另外，虽然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当前的这一决定并不意味着美军可以开始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视作极端组织、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并对其进行打击。还有美国官员称，美国此举是带有象征意义，并且可能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但外界依然担忧未来中东地区可能会出现牵涉美伊双方甚至是更多国家的冲突。有分析也指出，对于早已针锋相对的美国和伊朗来说，美国此次的决定势必会激化矛盾，
曾参与伊核协议谈判的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表示，美国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是向着冲突迈进了一步。美国全国美籍伊朗人理事会理事长特里塔·帕尔西也表示，目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分歧的大门正不断被关闭。另外一些媒体人士也表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的战斗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伊朗国内近期遭遇的洪灾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参与到救灾任务中。而美国当前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的做法，显然是粗暴和消极的。美国中部城市芝加哥一直饱受枪支暴力和谋杀案频发的困扰。芝加哥警方日前透露，就在上周末，芝加哥市发生了24起枪击事件，另有5起谋杀案。据报道，这起案件已造成了多人伤亡，其中一名52岁的男子被子弹击中头部，不治身亡。而在芝加哥南区，两名儿童在参加聚会时被枪击中，伤势严重。当地警方表示，这起枪击案可能源自当地的帮派冲突。芝加哥警方表示，今年截至3月1号，警方已缴获了超过1600支非法枪支。据了解，仅在2019年的前2个月，芝加哥就发生了44起谋杀案。而在2018年，芝加哥一共发生了561起谋杀案，超过了美国两个最大城市纽约和洛杉矶谋杀案件的总和。作为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人口超过了270万，枪支暴力和谋杀案频发，治安令人担忧。2018年8月3号至5号午夜，芝加哥地区共发生了33起恶性枪支案件，有66人先后遭枪击，其中12人死亡。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让患病在床的儿子绽放笑脸，波兰的一位父亲可真是费尽了心思。在波兰波兹南市生活着一对热爱动物的父子，卢卡什·博德纳洛夫斯基和他的儿子鲍里斯。卢卡什运营着一家野生动物基金会，而小鲍里斯虽然非常喜欢动物，却因为患有遗传性肌肉萎缩症而卧病在床，无法去户外和野生动物们亲密接触。为了满足儿子想要游玩动物园的梦想，卢卡什设计了一款可以远程游览动物园的机器人李奥西。小鲍里斯可以在病床上远程遥控李奥西在动物园里行走，并通过电子屏幕观看动物园里的景象，就像亲自游览动物园一样。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上月底和本月初，美国高校招生丑闻相关被告参加庭审，被控行贿和欺诈等。美国检方8号称，出演过经典美剧《绝望主妇》的女演员赫夫曼和其他10多名家长认罪。赫夫曼曾以慈善捐款的名义行贿1.5万美元，为女儿的学术水平测验刷出高分。俄罗斯远东多个地区近日发生了大规模森林火灾，总过火面积已近5000公顷。在火灾最为严重的马加丹州，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火灾目前尚未威胁到居民区，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的主要原因是有人违规野外生活。去年有媒体曝光，俄罗斯远东地区港口城市纳霍德卡市附近海域有一座鲸监狱，10头虎鲸和87头白鲸被圈养在一个狭小的围场内。俄方随即查处了4家涉嫌非法捕捞的企业。俄相关部门8号表示，将有步骤地放生被圈养的近100头鲸。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晴，14度到0度。白城晴，15度到零下3度。松原晴，14度到1度。四平多云转晴，15度到零下2度。辽源晴，15度到零下3度。吉林多云转晴，13度到零下1度。通化多云转晴，14度到零下1度。白山多云转晴，11度到零下3度。延吉多云转晴，13度到零下2度。长白山多云转晴，10度到零下5度。长春多云转晴，14度到0度。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